快把钻石放给我。天哪，妮妮又在坑人了，她到底是个善良的熊孩子还是个黑心的小恶魔呀？不行，我得测试她。妮妮，你都那么有钱了，给点吃的给我吧。谁？是半拉？这房子不都是他的，为啥不揭穿我还要找我要吃的？该不会是出门被车撞了吧？姐姐你走开，不要打扰我做生意。我真的饿了五天了，你都不可怜一下我。哎，半拉真可怜，我有吃的，我来这里的时候带了几块面包，还剩一块我埋土里了，那赶紧吃吧。面包？妮妮应该已经趁我们来的时候跟在了身后，那我就得拿出我所有的面包来用了，然后故意大声地说，土豆，为了感谢你，我就告诉你真相吧，我最近没钱都是因为我去买了一个碗，只要任何东西放在这个碗里，东西就会一倍变十倍，面包也是一样。哇，好多面包。婷儿，又让土豆捡便宜了，要是那个碗是我的就好了。不行，我必须得行动起来。姐姐，我给你送烤鸡来了，刚刚我没答应你就是因为烤鸡还在炉子里呢，扔到这个碗里可以吗？不好，要被发现了。你不用，嘿嘿，这碗比较脏。土豆，吃饱了之后我记起来了，刚刚那别墅是我的，都怪我饿晕了没看清，我带你回去。哎，怎么这样呢？土豆，你还没给我打工呢。啊，气死我了，房子和宝贝迟早有一天会是我的。